香港成日落雨，空氣酸性度又高，金屬好容易生鏽噶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介紹一啲處理金屬生鏽嘅方法。平日可以開關一下個窗，保持暢順，咁螺絲同埋價位都冇咁容易生鏽。除了內外螺絲架位之外，亦都應該經常用潤滑劑去潤滑路軌和窗膠，以防止灰塵和沙石的積聚。當清洗鋁窗的時候，就可以用清水，保持窗膠乾爽，就可以防止生鏽了。大家之後遇到同樣的情況，就可以試一下處理了。